以赛亚书第55章，一节，恁一切嘴大的，拢倒来上近水；无钱的也倒来，恁拢来买来吃，唔免钱银，唔免价钱，也来买酒甲灵。恁为什么开费钱买迄个未食得的物？用勒苦得来买迄个未予人食饱的啊！恁得留心听我的话，就会食迄个好物，得到享受优异，心内欢喜。三节，恁都来上近我，按耳来听，就会得到我。我要教恁立永远的约，就是应允大卫迄个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经设立以做万百姓见证，做万百姓君王甲首领。我知你平素唔捌的百姓，你也要叫来；平素唔捌你的百姓，也要走来话你。拢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伊已经应邀你。六节，到趁耶和华通吹到的时阵来找伊，三更的时阵求救伊。歹人都离去家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都丢掉家己的念头，归向耶和华。耶和华就要怜悯伊，都归向咱的神，因为神要骗行赦免。八节，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不是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不是恁的道路。天怎样悬过地，照安尼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。十节，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过倒转，却滋润土地，让地面不易结实，让野种的有种子，让食的有米粮。我的嘴所出的话，也要安尼。我断无空空倒转来，是要成就我所欢喜的，伫我所找意气成就的事得到行通。十二节，恁要欢欢喜喜出去，平平安安得到恩宠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也拢要拍手，青树发声来代替草饲，光念树发生来代替这个，这要做耶和华留名，做永远的证据，不会坚固。